好了，各位观众们，我们终于到了这次的杀生院的关卡了。这个中目的撕裂时间的 Palladium， 一支、二支、二分之一、一支二啦，随便啊。那第一关，那我原本大家是想问我说怎么打小杀生院，可是我想用平民队伍打个小杀生给大家看。但是呢，各位请看，对，我的 KP 不够，是的，15000的 KP， 我现在就14600。那当然我也是可以把它浓一浓啦，可是浓一浓反而更难打啊。所以基于此次的情况之下啊，DA 最后决定，好，那干脆我直接大杀生院打过去好了。对，那大杀生院的话，我就挑一只高宝具的梅林，因为没有办法，我自己的梅林宝具只有一。那我是想说有没有宇宙灵镜的啊，可是这个宇宙灵镜就是宝一，那回血量我怕有点微妙，我来刷刷看能不能刷出，比如说宝三、宝四梅林配宇宙灵镜的，虽然我觉得应该可能没有吧，好像没有看到，好啦，连原本的宝三都不见了，那我们就来看看，好啦，不然就安纯的那一只吧，宝三。对，阿肥哥没有放梅林，我确认过了。好，就这样吧。那我们前排的话，换上理想王胜，对，可以的话，我们带上理想王胜，有没有？这里，那另外一个也带上理想王胜好了。那这边500年的执望，主要是可以封印敌方宝具，就是可以让他延后两回合开始累积气格，算是帮蓝卡队拖一点时间啦。那这次我用的会是传统的蓝卡队，攻杀。明湖两个攻杀的部分，我用黑圣杯，对，黑圣杯原因很简单，有其他更累积 MP 的组合，但黑圣杯会打得比较快，如果你高兴你也可以用其他，就是、算了，找不太到，反正就是那种 NP 获得量加速，那宝具射起来就会比较快，不过我是觉得我想加速时间啦，我不想打一两个小时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，对，其他看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然后狐狸的话，我刚把技能练满了，所以但宇宙灵镜一服一样这一件。然后梅林就是这样子 ，OK， 宝三梅林 ，Go， 来，基本上如果你们现在看到这支影片，99%应该是已经过关了啦。对，那后半的部分我在考虑我会快转，所以后半的部分我可能会另外再后置，嘿。对，前面的部分没有，那正片开始之后的部分我可能会后置，所以如果你们等一下听起来就是怎么样之类，你就知道啊，反正我是后边的部分是这样做的 ，OK。好，那开场的话就像我讲的一样，前三回合反正你也不会打到他的血，他也不会打你什么，你就随便选便打过去三回合就好了，他不会打你，你就随便你高兴怎么打怎么打了。美迪亚的话累积到100 NP， 我记得是技能4。所以你技能只要一技的高速神也练到4就可以了，或者是你有马尔大，马尔大用3技解他的强化也 OK。然后他会又混一个 Local Eta 啊，理性吞噬者 EX， 再减 NP， 再加宝具威力。如果这边你没有去解到的话，接下来你会非常难打，所以强烈建议不管是美迪亚或是马尔大，一定要把他的强化解掉，不然十回合的无敌贯通，别傻了，不要做傻事，相信我。好，三回合过去，变身成魔性菩萨，呵呵呵呵呵，好，你很爱笑嘛，没问题，笑，让你笑，我知道。这边他没有台词的翻译耶，好像当时只有第一次剧情的时候会有，我必须讲啊，当年日版我都没有打过大杀生院，说实话，日版我没有打魔性菩萨，我小杀生院打完我就放置 play 了，我更没有去挑战这个。好，美迪亚高速神员开下去。然后就插他，插他，然后前面三个就可以去回老家休息了。我没有使用南丁，这次我没有使用南丁，我还是选择用梅林。南丁也 OK 啦，南丁也是很好用的角色，而且还甚至好听说可以单挑，我是没有想那么多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把他插爆了，然后接下来拜拜，蹦蹦蹦，好，三只都回家了。那有观众跟我说，这边你用宝具威力下降，可以把伤害压在13000。可是其实说真的，13000你也差不多后面都要躺了啦，留的硬要凹的也没什么太大用处就是了。好，受之全能 A 开完 ，OK， 各位，接下来就是应该是三倍速或两倍速的，你的表演开始了。好，这边开始基本上
反正就是他有气你就开始扣气，没气那没灵的宝具尽量放，然后攻杀宝具尽量丢。啊，我们就加减看一下吧。这边应该这边的话，因为快转速度很快，所以我细部就不讲了。你看，像这样梅林有宝具能丢就丢，哎、欸，梅林就宝具开下去，哎、欸，咒术 EX 丢下去扣他的气，好。然后你攻傻高兴的话，没事就回个血，嗯，就这样一直丢宝具，宝具完了丢宝具再丢宝具，然后你就看到狐狸不断的跳舞，就会看梅林不断的大连有个阿瓦隆，然后你就看攻傻不断的 X 卡利吧，就是这样，嗯，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吧，如果你想看的话。那如果各位觉得这一段实在是太过乏味，你可以直接往后拉。嗯、我这边应该已经这边都加速过了，对，应该是三倍速啦。那这边来讲都会快很多。嗯、那反正 C 湖技能是能开就开啦。然后如果你确定 NP 级的够的时候，就不一定要串三蓝，你可以考虑串一些 Q 卡或者是 A 卡来多回点 NP。你看这个血线其实控得蛮稳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哦？对。对，你看 power up， 然后我们再接一个美丁宝具，因为它还有两个气嘛。那我攻傻如果打下去又会扣一个气，所以其实这个组合算是可以让杀生月蛮放不出宝具的。你看到现在干我被魅惑了，机车，然后扣气，然后我高兴的话也可以把它解除一下，哎，救一下他的魅惑，然后再喝个水，哎，血又满了，哎，开心。那像这种 C 湖的三技我就可以留着之后来用。那这边我决定凑三蓝，马上又可以再开一炮，又可以多扣一个气。对，你看到没有？哎 ，NP 又满了，哎，舒服。啊，梅林被麻干我屁事，哎、欸，你家的事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狐狸，哎、欸，再来一个，哎、欸，再扣一个气。你看他又放不出宝具了，多开心的游戏！你看多么开心的游戏哦！嘣，滋滋滋，好 break 了哦，技能封印，宝具封印，啊、嘣，好了，那这回是硬要吃他的宝具了。我们血线都是满的，1400以上，非常的安全。他宝具轰起来到大概剩个7000多吧，应该剩7000多，一万多更多。好，等一看啊，运气不错，没有接到太大的暴击。好，防御继续开，梅林的补血也可以考虑开下去了。哎、欸、，C 湖梅林的补血都开下去来拉血线。哎、欸，我这边反过来，哎、欸，梅林再加攻傻，因为梅林的 OC 是加产星，那这边加产星没差，我们重要是更多的 NP 获得才是重点。对，我们这边就不管他了。好，继续射，继续射，哎、欸，他水剩70万了，很好，很好，这条血要70万。好，进入大危机了 ，die pinch。那这边我们就用衣服的礼装，哎、欸，来保护梅林，哎、欸，来保护梅林，因为血量真的太少了。然后梅杰特之眼，那我们这边再自己回自己的血，啊，就这样子，哎、欸，血线一下基本上又拉回到了一个安全范围。然后梅林跟 C 湖再跳个舞啊，对不起 ，C 湖跳舞，梅林补血。嗯，好，你看血线就可以差不多拉回安全的六七千以上，然后我们继续开，哎、欸。然后再来咒术，嗯，夏日雪花飞剑，好，梅林还被麻痹了，真是个废物，真是没用的男人，套句那一口的话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梅林 CD 还没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转吧，嗯 ，OK 啦，这样应该是可以回到一定的血，虽然攻傻只剩4000滴的血，但是梅林加 C 虎的宝具两个一同作用，应该是可以回拉个4000-5000没有问题，可以拉到8000以上。哦，看到了，拉回一万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哦，太好了，好，继续射继续射，哎、欸，变化开下去，补血，然后这边阿瓦隆先不开好了，嗯，其实也可以开啦，老实讲阿瓦隆也可以开，只是有时候你会想留到他的宝具之后下一回合来保血线，嗯，你看又被麻了，嗯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那我们三个技能都不开，因为等一下强化会全部被解除，我们留到下一回合用，好，跳舞。C 湖的跳舞反正都是即时效果，就没差了。哎、欸，好，又被解除强化了啊，又被打了，又被喷了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阿瓦隆就可以开下去了。哎、欸，英雄塑造补血。哎、欸，哦，其实我这边没有开阿瓦隆，我也有开耶。为什么我这边没有开阿瓦隆？我是智障吗？明明这是最该开阿瓦隆的一回合啊！哦，我应该是觉得我血很多吧？这么一想，嗯，我当时应该是觉得这边血很多，所以我没有开。嗯，对，对我觉得还没有到 pinch 的点。好，咒术。好，弄完没离开，好，这边幻术开下去了，因为我觉得血少了，嗯，应该是这样的原因，但我想不出来为什么当时我没有直接开阿宝龙，也有可能是我忘了啦。OK， 刺刺刺，嘣嘣嘣。哦，好累哦，这部影片还有好多长啊 ，OK， 还好远，好，我继续努力的掰，好，继续刺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一直要讲重复的话？可是没有办法，这个游戏这种队伍打起来就是一直不断重复的，整数再重复了，啊、嗯，好。我很努力的在掰台词啦，看我能讲他啦。六万滴血，他第二条血也快打掉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刺了。哎、欸，
然后变化开下去补个血，哎、欸，你看梅林的血少，好，我们再串，对啊、哦，是，然后等一下 C 湖的气应该用满，又可以丢宝去了，好，打掉这条血了，好，他要封我们技能了啊，应该的宝具也会一起封吧，嗯，我记得都会封嘛，好，那没有办法，算了，反正我们血量还够，嗯，就不管他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串三宝具了，哇，这个暴击真他娘的心的痛啊。好，三宝具，哎、欸、，C 湖摆在后面就可以回很多的 NP， 回的饱饱饱饱的，哎、欸，真是舒服。而且 C 湖这时候还是 NP 200，直接一个 OC 4啊！看到没有，各位 ，OC 4那个字都快变金色的 C 湖，你看全部的 NP 直接快过半了。好，我们弓闪又可以开射了。好，咒术 EX 再放，哎、欸，弓闪技能再丢一丢，然后梅林的梦幻魅力开吧，本来想留一下的，不过没差。好，那这边我选择串自己串 EX， 就是因为我想把 NP 累积下来，搞不好可以二连发啊、哦。好，不行，加油好吗？啊，还被扣 NP 气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要不要喝水补血呢？嗯，好，我们顺便把那个阿瓦隆也开下去了，哎，再保证一下血量，之后就不会被扣。啊，好作业的游戏呀！你看我的血线又要满了，哎呀，真是舒服。不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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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然后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帮他加个血，顺便拉蓝卡的效率，他就可以射了。好，好，又可以射了。哦，被扣 NP 气人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梅林的宝具又满了。那这边梅林要不要放？我决定还是放好了，因为我等一下攻傻又可以丢宝具，所以我可以至少再撑两回合的 CD， 对，可以再拉两回合，对。所以如果你确定你还有两回合扣空档，其实梅林的补量还是算赚的。对，好，猛皇魅力开下去，好啊，喝水，好，然后再攻傻继续喷他，好，这边解他，然后再咒术 EX。 那为什么这边咒术 EX 呢？因为我不确定攻傻的宝具是几率扣气，有可能没扣到，那没扣到就算你衰，攻傻是 70% 吧，所以我刚还是确定用咒术 EX 来扣会比较保险。对，然后这边继续放，嘿，因为我攻傻又可以再扣气，所以又有两回合，梅林的宝具又可以再多放两回合，赚，一个赚到不行的概念。哦耶，又是一个喷射，舒服。好，好，然后变化 A， 然后要不要补血？好像先不用吧，好，来补好了。哎，这边应该是补了，顺便加攻击力。哎，梅杰特之眼，梦幻魅力，然后这样又可以再补血，哎，兼射击。嘣嘣嘣嘣嘣！好，你看他的气格又被我扣到剩三格了，呵呵，舒服。好，他又进那个 CD 了，好，进入最后一条血了，非常的好。好，我宝具被封印了，没关系，反正他气还没满。啾啾啾！哇、哦，好痛啊、哦，好痛啊、哦，暴击痛痛痛！好，扣气。阿瓦隆巴开应该是不用，再是一个三宝具串。瞬间血线大补大满足，啊，舒服，血线大满足，嗯，噔噔噔噔跳，我跳我跳，好，好啦，这边大概就是得吃他的招式了啦，对，这边大概就只吃招了，嗯，只能用脸吃招了，没办法，好吧，吃吧，我们这边有16000的血，15000的血，我想应该是非常的稳定。我原本是这么想的，对，是很稳定。然后接下来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我说的宝具之后直接接两发暴击。嗯，这个游戏最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会翻车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而且我已经打到剩320000了，这游戏是不是搞我？没办法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两个人，我们看能不能把他打死。可以的，我相信你梅林攻傻，我相信你们两个，对不对？你的环补攻傻的火力。可以的，你一定可以把他射死的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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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。要不要保？好，保攻傻，对，保攻傻，再来，再来射。OK， 好，只要不要再被扣气就没事了。OK， 好，一个三连发，没有暴击。好，喝水啊，血线回到12000，舒服。好。这边只要梅林搞不好还有机会再放到一次宝具，运气好，干他被降了 NP 了。嗯，好，没有任何技能可以用了，我只能读看看我的可爱的攻傻了，把他射死，拜托你，拜托你。
他的红卡已经被降到完全没有伤害了。好，100。103。梅林要掰了吧。哦，梅林居然还没有掰啊，这梅林很称职的留下了30滴血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宝具串的概念。好，应该是射不死他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他射掉。啊，嘎莲有个阿瓦隆，来，睡眠的时间的，砰砰砰砰砰，加。哦，还剩下523 ，OK， 43。好，非常完美的吃了一个晕眩。好，完美的一个攻傻的四张牌，一张都不能出。对，哎，这就是运更的游戏。好，梅林该要回家了吧？虽然他很好心的没有做任何的报警。好了，各位，到了此刻了，我决定了，我都已经打到这个时候了，42回合了，仁至义尽了啦，对不对？也就差45000滴血了，对不对？要不是中间连续两个暴击，要不是刚刚吃了个晕眩，我觉得意识到了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对不对？意识到了嘛？哪两句话，诚意最重要嘛，对吧？我今天这个时间诚意已经到了哦，他还有一次梅林的恢复，但是大概只能回个1750滴血，那大概回到5000，很高几率会被射死，所以没关系，各位，我们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吧，哦，可以啦，诚意到了啦，诚意到了，就这样啦，我不想再磨一次啦。虽然42回合不算很久啦，虽然严格讲不算很久，可是我真的不想再磨一次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放爹一马吧，我们这样就算过了啦，哦，我们再去弄一点 QKP 以后再来打嘛。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用学妹梅林的套路，然后再补一个什么斯巴达克斯给你们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还有大家一直在吹的从者推荐指南9嘛，对不对？从者推荐指南9我们总是要出的啊。好，那反正就这个样子，耶，oh yeah, 赢了，套路你就放的也不会生利息吧？不急，好，谢谢各位。好啦，那我们的大杀深渊挑战就到这边。哎，基本上就跟你们说嘛，就是我那时候不就讲嘛，宝具后接两个暴击是最危险的，对。那基本上也就这种时候会翻啦，那这种时候以外就你看刚刚其实血线都很稳，真的是那一套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个地方，那谢谢大家收看。喜欢的话按个订阅点个赞，你们知道的。好，我们下支见，应该就是从者推荐指南9了吧。拜拜。